赶快把电视关掉，快点，先关掉，先关掉，赶快。我看到了。那你赶快关掉。对。这个。对。哇！是。是。风暴杰克。嗯。那还有声暴风。风暴杰克。嗯。还有警长。是。还有这个。拖车，嗯，是。哪一个是暴风？哇，暴风是这个，风暴杰克。我是暴风。嗯、暴风，对呀、啊，那可以打开呀、啊。那我想先用这个暴风。暴风，你不要闪电麦昆了。先开暴风。那你可以打开呀、啊，你可以把它打开。嗯，闪电麦昆。是哇，闪电麦昆啊，咻，是闪电麦昆吗？暴风，你要从这边，咻、嗯，这是风暴杰克，是，这不是，这是暴风，暴风，这一台新的车车，嗯。还有他的伙伴，谁？他是谁？他的伙伴是谁？这个伙谁的？嗯，吊车。嗯，再来，这个是谁？这个是警长。对，警长。嗯，哇，你看，这个是闪电麦昆。那这是暴风。暴风哦。不是风暴杰克、啊。嗯，不是，这个是暴风。因为暴风是黑色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嗯，他的老师。嗯。这是麦昆的老师。对呀、啊，啊，拿去桌子那边玩吧。嗯。我帮你拿。嗯。哇，这个很棒吧？嗯，是，我比赛我第一名，甩尾，嗯，我摔到了。我有这个暴风墙吧，它很快超过人的时候再超过人的话再赢了呢。嗯，超过人的话再赢了。对呀、啊，闪电麦昆。哇！外面那个黑箱子一个房间。因为这个会有鞋柜顶管。因为他有练习假的那个。啊！哇！你又摔到了我。因为他，我有看过他练习假。